大家好，我是志广，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我的小孩刚才想吃汉堡了，那我想给我买了给了，然后我就出来带着小宝宝出来给他买汉堡吃。小宝宝，我们是走着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去万达店里，然后给他买个汉堡。现在已经快到了，当然我这儿离万达也是很近的，走着大概也就是5分钟吧。现在已经到万达里面了，马上就到德克士了，到了之后给他买个汉堡。现在买好了，准备回家。现在已经在德克士出来了，买完之后准备往家走呢。你累了？刚才说好的，咱走着出来啊。咱到家骑电动车去好不好啊？来的时候跟他说了走着出来，结果刚一出门就喊累，没办法，走着出来的，累怎么着？一会儿就到家了，好不好，弟兄？好，咱到家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到家吃好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